Has it?你叫什么名字？阿恰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王姐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关心心。大声一点。关心心。王鼎钧。王鼎钧。阿恰是谁？光放屁。王子贤。叫爷爷奶奶，快点！快点说，阿小鸡长大。那你在吃什么？蛋挞。蛋挞。你吃几个了？这几个，两个，两个。你们待会要去哪里？拿宝贝棒。再讲清楚一点。拿宝贝棒。你要去看什么？数你奶奶。跟大家说 see you later， 拜拜好好抢，大家说拜拜拜拜。